家收看大阪旅游 Vlog 第三集。现在就让我带大家走这大阪最热闹的地方——道顿崛。来到这里，当然是要去吃一兰拉面喽。这里有两家一兰拉面，你们可以选择排队人龙比较少的那一家哦。店里呢也有售卖包装式的一兰拉面，让我们可以带回家以解相思之苦。这里会有说中文的店员帮忙解说点餐，所以效率还挺快的。哇，一兰拉面一如往常的没有让我们失望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道顿觉得夜晚好热闹哦，在这里随随便便就可以花上几个小时。这里有道地美食、药妆店、夹娃娃机，还有扭蛋机等等。这家基源水产是网络上推荐必来的店面，营业24小时，所以呢，如果饿了或是想和朋友聚一聚喝两杯的话，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终于来到了大阪之旅期待已久的日本环球影城，在走进去的路上就已经感受到满满的欢乐气氛。第一站来到了环球影城最出名的哈利波特园区，这里的建筑物和氛围让我们就像置身于真实的电影情节之中。我们有购买了快速通关室，就是可以在指定的式样机动游戏省下了排队的时间。哈利波特游戏被当选为必玩的游戏，实在是当之无愧，你们一定要来亲身来感受哦。来到哈利波特，怎么可以少了必喝的 Butter Beer 呢？建议可以选择冷饮哦，因为热饮会很甜。
一个必推必吃的小吃就是这个火鸡腿，冷冷的天气一口接一口，爽哦！小心小心，恐龙出没了！是新开放的乐园，来看看这个甜点多可爱啊！这里也可以抹杀了很多相机底片呢，也有小游戏让大家有机会赢到大黄人。非常幸运，我们遇到了环球影城今年第一场的圣诞烟火秀，现场的震撼就由你们在影片里感受感受咯。环球影城的冒险之旅就来到这里咯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帮忙点个喜欢并且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